我们会有六位伙伴。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翻盘了今天。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的那种选人。选择郑恺的请后退。大理的夜真的很冷，因为以我们的经验啊，每一季的第二期都会有很多的女嘉宾。今天一定要一上来就要给别人留下英伦的印象，英伦的印象，英伦的印象。啊，过猛了吧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有看《铁人三》。哦，来，